新入口乖乖的见习吧。啊，什么都不能用，所以这已经是隐藏关卡了吗？可以算是吗？他们把英雄装备拿走了，从正面，因为这是陷阱吗？装备好像被拿到前面去，还有小鲑鱼可以帮你忙。哎呦，好的。好。哦，懂懂懂懂懂懂。想、哦，先把他们聚集过去吧。先过来，先过来。不是啦。Nice。这边这边啊，我知道我知道，应该要这样才对，这样他们就要过去。Nice。 哦，我大概懂，因为大家说难，会不会是因为它比较多都是哇？哦，它不会出来。我想看什么意思，所以这可以干嘛？哦哦。懂，就是他变得后面是不是在解谜比较多啊？来收回来 ，nice。有两个门，真的？什么意思啊？附近会有钥匙吗？叮叮当，叮叮当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交给本公主，一定没问题。进不去，哦，好，哎，我喜欢，我记得二代的英雄模式一开始好像也是类似，哎，那你，哦，要下去了，要下去了，嘿，下去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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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なるほど、なるほど、なるほど。他、啊、打得死他哦，可以。好，なるほど、なるほど、いいね。これは最高ですね。いいね。好，等一下、哦，我想想看哦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我们要先哈、哦，等一下、哦，我们先把它引过来哈、哦。先打他。啊啊啊啊！好，没事没事。等一下啊、哦，等一下啊、哦，我大概懂，我大概懂哈。等他回来，等一下啊、哦，你看啊、哦，我们打出去，然后，对对对，这样就可以，这样就可以，这样就可以喽。OK OK， 奶酥奶酥奶酥，来 ，Come on。好的，好，然后再等他回来 ，Come on。好家在他没有说什么要怎么样怎么样的那种 ，OK， 手钥匙到手，好，然后呢，这里感觉好像会有什么东西，啊、哦，这个，一把钥匙，两把钥匙，先让，这一定是先让小鲑鱼，哎，不对，先胎他，然后让小鲑鱼站这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等一下！哎、欸，不是这样玩哦、喔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是这样吗？是吧是吧是吧，对吧对吧，是吧是这样子吧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啊，我知道我知道，这样啦这样啦，我太冲，我想太多了，我想太复杂了。啊，等一下！啊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再次再次，去吧。好，站好，鱿鱼登顶 ，nice， 回来吧。哦，去 ，OK， 哦、好，真的，这真的是一个死命丢小鲑鱼的游戏耶。
蹦啊。了解。哦，嘿。啊，因为他都没有墨，难怪那么不好过。因为用打单用打级的来讲，当然其实大家可能冲或拼应该是蛮有机会，可是确实。等一下，不是啊，啊，这样我要怎么进去？就抖。哎，等等啊啊，哎，等一下，难道？等一下哦，看来案情不单纯哦。哎，要启动啦！啊，我在干嘛？笑死！哎，笑死我自己。哦，我终于知道瑞塔说的还有一段的意思了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刚刚是不是踩到？好，有武器就没问题了。满斯 ，OK。不用看了啦。你要拯救所有的生物吗？熊先生讲话吗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赶快把绳子解开。这里竟然有这个。哎，这个是可以打的吗？还是不行？啊，这应该是假的啦！哎呀，被骗了。打开新时代的大门了。幻界宇宙中心仓库，警告：前方区域禁止进入，目前正在执行发射程序。好，nice。哦，来了。Nice！ 哦，这里是给你使用哦。哎，抱歉，应该用锤的。我在干嘛？哎，这里是让你练习 SP 的地方，哎，很赞呢。很赞。音乐逐渐开始好听。Let's go！出发喽，朋友们！哇，差点摔死！我就是太喜欢冲了。Nice。Nice。疗愈，吸引枪，不是你们要多发一点，我发太少了。Nice， 这个是三重龙卷风。哎，现在没有打到，还是用打的比较快。螃蟹坦克，nice， 再一个坦克，哎呀，上来，哪里 ？Where？
出发，打掉就尴尬了。应会不会有人打这个啊？我觉得会有人打哎、欸，然后他就摔下去这样。Let's go， 要去哪？哦，在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、哦。好，对面的发射台。好，右边的设施没有设施啊。我先跟着泡泡走，气球走好了。讯号哦，看到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个设施，对对对，所以就只能从这里吧。跟着气泡走。进。宇宙幻界宇宙中心升降梯。Let's go, let's go, let's go, let's go。真的是蛮诡异的气氛哎、欸，也是工业风的感觉非常重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我突然想到，我之前也没有框框、欸，我好像是升级了什么才有框框哎、欸。对 对，应该是应该是。这也是给你练 M 的。哦。雨哇，这个洒水器这样摆也是蛮酷的。哇，要死要死要死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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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No toka no life， 先涂好地板。终点。Nice。没路走哎、欸。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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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？Nice。果然是在这个地方使用 ，nice。哎、欸，他给我这个应该是要给我躲的吧？结果我竟然。OK，nice。等一下，还没吃到。Nice， 来了。看准，看准落点，看准落点。这个就是练给你练习，有人超落飞下来的时候。但是建议大家先不要一直发射，等他快要下来的时候再发射，不能让他，因为他在空中其实看得到你的。所以一定要埋伏，埋伏，再埋伏，埋起来就对了。哎、欸，怎么打不到 ？OK， 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告乌鸦，告乌鸦。哦，感觉进去还会是不是还有什么四五六啊？已经往下走了不少距离，看来果然在发射台那边。管线跟火箭是连在一起，从内部就可以抵达，也太胡来了吧？好，好，哎，哦，所以只能这样走。好，
go！ 哦，这个好玩，这个好玩，我喜欢这种。四。OK。安全开拓号下沉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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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轰轰！哎、欸，他怎么预判我的预判？他怎么知道我要走那？不合理啊！哎、欸，他们怎么可能会知道？对他们本来好像就会知道。后面 ，nice。嗯，这歌好听，喜欢。Go！ 哇、哦，好赞，好赞，好赞！疗愈的，疗愈的。Let's go！ 哇，真的都被感染了耶！OK， 哇、哦，所以 OK， 好 ，OK， 哎 ，nice ni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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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ice， 到到到到到，哎，大电池鲶鱼，哇，哎，真的耶，哦，原来，嘿，原来如此，我们要来夺回大电池鲶鱼了，为了我们的蛮腿阵。上层安全开头号上层发射程序即将进入最终阶段。好，看来被关起来。亚党有能量核心浮在空中。哦，可以收集能量核心再去触发开关。好好，凡事都要先尝试再说。好。动过动过动过。好好好。哦，触手哎，这也太赞了吧！用的好烂啊！哎、欸，有吃到吗？有有有！好烂好烂好烂！啊、oh, ，nice nice。OK， 哎哎，开门了。好，哎，不行吗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这可以这样，可以。好，哎，两个都吃到了，好好，那就中间，好。再来一点，哇哇！太丢脸了，太丢脸了！
Nice, nice, nice. 等下应该从这里下去，然后从这里吃上去。对对对，然后再从这里吃上去。好，然后从这里吃，然后这里，好，吃到了。好。看一下哈。哇！哇！哎呦喂耶！等等哈。这里可以吃到一个。到然后哪里还有吗？是不是就剩上面了？好像剩上面了哈。好，nice， 还有一个。OK， 可以可以可以 ，Go，nice，nice。紧急系统开启第二窗，开启。好，看到类似出口的方法了。好，大家担待一下哈，就是这个触手哈，多少都是有点晕的啦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不晕了，不晕了，不晕了。哎，能量不足，为什么？哦靠，还有，哇靠，还有耶。哎，被打了！就你在打，好，这样应该就是全部了。Nice。最后了吗？拉死斗了吗？需要的东西有三个，有哪三个？正确的容器、正确的灵魂，还有能够正确引导上述要件的头脑。妈，别靠近我！你那累积丰富经验的大脑真是美丽，从中萃取出来精华肯定很完美。好痛，不要乱吸！啊！哇！涂抹的同时，也会造成某些东西的消失。但是在不消除任何东西的情况下，是无法涂上新颜色的。完了完了，我有不好的预感。来了！爷爷！哇，剩一只鱼竿！啊！救命！真的变鱼竿了，是老鱼竿。不会吧？哇，熊先生也太可爱了吧！实验体熊三号 ，Mr. Bear。可恶的毛球！啊，司令还在脚扭到脚，好可爱哦！这什么音乐啊？什么行进曲？要喷发，要喷发了！哇！火箭升空！打工基础指南最后一刻，凡事都有结束的一天。真剑基础指南也是这样啊！哇，他好可爱哦！只要上绒毛墨汁虫店，这样矫正世界的平衡。等等，那我们应该也在火箭上才对啊！今日的终结将成就明日的开始。天哪，天哪！啊，他走了啊，我们怎么办？啊，火箭。击伤，呵呵呵。
鱼竿前司令。啊！啊，他还活着！哦，有点可怕哎。哎，看起来有点可怕哎，老实说。现在变有点好笑了。瞬间被吸干了，变成鱿鱼干了，根本就还活着嘛！耶呵！对啊，有什么办法？司令，叫他妈的！哦，鱼江帮出现了。马卡塞德克大赛，帅！他们想要怎么办？黄色海曼，哦哦哦！哇，好酷哦！接龙接起来了，赞呢！神社神社，我的爱心吗？是，哎，他们的墨是可以互相交融的吗？轰！哦哦哦，好帅好帅好帅！哦，一呢一呢，加油吧！哇，太帅了吧！哎呦，小鲑鱼的动作是有点慢。就跟我现在的皮一样，真的熊先生的头像也太可爱了吧！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我们已经离开地球了。哦哦，所以他哦，所以他给他戴这个耳机是可以，就变成是说有点像是可以呼吸了吧？哇哇哇哇，熊先生！你还真是勤劳。休息也是工作的，要先截图啊！休息也是工作的一环，休息也是工作的一环。哇哇哇！啊，所以下了，这就是最后一关了吗？金龟鱼卵。对，金龟鱼卵要怎么用啊？怎么用？哦，按下。哦哦哦，了解了解。哦，好。哎，为什么我刚？哇哇哇哇！哎，不是啊。哎，没有。肚子上有一个怪怪颜色的地方，哎，真的哎。龙毛墨汁的核心出现了。音乐太可爱了啦！终结与开始总是会不断的重复着。哇，熊先生！哦，绒毛墨汁哦，反正就是要把熊先生打倒吧。哦。哇。开关卡点哦，了解。太可爱了，真的太可爱了！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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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哇！等一下！哇哇哇！等一下等一下！啊，所以是难在这里吗？啊，好好好 ，OK OK，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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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等下先去吃这个。先吃先吃。哎，不要不要，先跑先跑先跑好了，没命逃跑了。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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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快快快！好好好。好像在这个时候没有攻击。
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啊！我就知道一定会逆向转，等一下一定会逆向转哦。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他没有逆向转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粘脚，粘脚，粘脚。哎、欸，怎么打不到？三冲龙卷风啊！好，奶酥。简直就是拍打海岸的浪花呢！蒙哥，快到快到快到终点的感觉喽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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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熊先生真的好可爱，跪求跪求熊先生玩偶，太可爱太可爱，跪求！好，开始转了，开始转了，开始转了。开始 turn 了，开始 turn 了，开始 turn 了。他不要突然给我逆转就好了。哦，赞赞赞，很多很多。熊先生 ，Go！ 丢，奶酥。哇，美乃骑士甲，为什么我身上有骑士甲？嗯，你还挺厉害的嘛。但是是时候了，地球将再次会成为哺乳类的天下。哇！干嘛干嘛干嘛？哇！好讨厌的感觉啊！哎、欸，所以原来熊先生其实是一个外星人。怎么怎么了？谁谁谁？吸尘器？为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达雷？啊，章鱼哥！耶耶！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已经完全了解，一起守护我们的地盘吧！小哥，我会帮你打气哦。哎，不是，他不是这个声音。走过路过，不要错过，现在是超游行的强者，我们屹立不摇的三号，打倒巨熊的时刻，轰轰！他们算是应援团倒是第一名啦，作秀倒是蛮厉害的。努努努努努努！聆听如天堂，歌颂如极了。干嘛干嘛要跳舞了吗？哼哼哼哼，呜嘟嘟嘟嘟嘟嘟，音游要变音游了吗？小鲑鱼小鲑鱼怎么了？还要唱歌了吗？哇，这音乐好赞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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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啊，鱼贝类的力量开始聚集了，三道光芒从天而降，化作漩涡化解灾祸。神鱼，神圣大鲑鱼，哇！啊，赞哦！哇哇，要 PK 要 PK 了！是没有到可爱啦，长得有点呆呆的。对核心展开攻击，哦，好好好好好。
哦，好，好，好，来，还有最后一关就对了。Return of the man 什么 Lions？ 哦，原来哺乳类回归最后是这个样子。吉吉，开启驾驶座舱门，吸核心。啊，我要干嘛？三号，快点驾驶萧湖王者，吸取核心。好。三分33秒，333，难怪都会有什么333倍。有了，我是有在吸了，这样有吗？推动 L 就可以移动了。啊，移动去吸核心啦。OK，nice，nice，nice。奏效，奏效，奏效！哎，来来来 ，go！好交代，他会自己帮我游、哦。无法吸取冒牌货。哎，我应该先前进吧。哎！Nice， 剩两颗。来，飞！躲，吃到。Nice, Psycho です。哇，他把他抓起来！不要摔！莫摔！神圣大鲑鱼。吸！最后了 ，cycle！Nice， 还是停不下来，怎么办？吸取的凤凰给他，发射！拜拜。哦，持续发射哦！再见啦，熊先生 ！EK！ 哦，剩下30秒了！哇！哇，崩卡！哎，无论是哪一方面，我都已经败给你们了。要像回顾过往一样坚强的面对当下与未来，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。为了工作。也将就此结束了吧，辛苦了，就此告别吧，熊先生。哇，我还在船边啊，这样我不会被炸烂吗？哦，龟鱼，小龟鱼。哇！哇！Dring！开心，感动。不错，他后面那个这样整个做的也都不错哦。
所以我们结束了吗？可是玉纯说最难的关卡要出现了，真的假的？还没有隐藏关，刚刚那个不是隐藏关卡、哦、啊，这个不能取消哎、欸。该不会要跟我讲祭典的事情吧？新闻快报，新闻快报！大电池鲶鱼已经回来了，真的耶！这之前原本是那个样子吗？新闻快报，麻辣油物推出新单曲了，最好笑哦！这张脸好像在哪看过？难不成大姐头他们的新单曲？必定全心全意全力支持 ，Wave Goodbye， 新歌哦。咚咚哒！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表示哦，大家都说隐藏关卡是独立的，所以现阶段呢，哦，太好了，今天、也不算，也算是有真的是顺利把这个英雄模式给它过完了。我觉得对于一个系列作的这一代哦，首次中文化哦，带给大家这个不一样的体验。我觉得它的英雄模式，我觉得做的蛮好，难度不会真的都非常高，但我觉得可以体验各式的武器跟玩法，还有副技跟 SP 哦，这些对它这个游戏中间后面的其他模式来讲都是非常的友善的，非常好。更不用说它的美术跟它的音乐哦，都是非常尽心尽力在设计。这些东西包含连所有的 credit 的每个人的名字全部都是不一样的字体，这个真的是要很用心，要不然通常就是都只会 一排就结束掉了、哦、非常赞啊！这里可以按阿瑟墨汁，真的假的？哎，真的耶！哎呀，怎么这么可爱？不错耶，尤物耶，尤物的新单曲好听。哎，这很适合我拿来杂谈的时候用，当背景音乐。等等，要注意背景哦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破军。麻辣油舞，青潮色少女翻成麻辣油，麻辣油舞也不错。好听，好听，有一种感动的感觉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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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熊先生是熊先生在宇宙之中，哎，这是不是在埋梗？他是不是其实根本还没死，对不对？等大吃，等大，不错啊。他这首歌，不过他这首歌那个日文的发音成分蛮多的啊。这个原声带真的不买不行，太赞了。Taiki。熊先生不会死啊，没有死哦，刚不爆炸吗？哦，他只说他要走了。Localization， 熊先生死我们就没打工了。对对对对，说的也是啊。Ambra， 好可爱，真的都好可爱哦，疯掉。Italy， Korea， 韩国的。现在地球是不是被墨水包覆住、欸？哎 ，debug 哎、欸。熊先生的故事在隐藏关卡有更完整的说明哦，原来如此。
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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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梦幻哦，好梦幻哦！Bandai Namco， 披萨西诺伽米。Nintendo， 赞赞赞！感谢老任，光英雄模式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游戏了，非常赞，真的非常赞。斯普拉顿三太赞了！哎、欸，我发现射击子弹其实有超小的音效哎、欸。有噗噗噗，哎，有射击的音效哎 ！Thank you for playing， 赞哦，赞赞赞！这个在二代都没有好好打完，获得英雄头饰装备复制，哎，好看哦！英雄装复制，英雄靴复制，英雄射击枪复制，我的贴纸。茶壶，隐藏的茶壶，到觉醒之地去看看吧。觉醒之地，我要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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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如果觉得我们频道的影片不错的话，欢迎订阅我们，开启小铃铛，或是加入肉铺会员，成为肉圆来支持肉肉。如果觉得废话太多，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级感谢来支持我们哟。